나 한국에서는이제작년부터실버백이되게유행을하기시작하면서포인트로들기좋아서저도많이사놨거든요이게약간심플하게올블랙으로입거나아니면간단하고단순하게입었는데도포인트로매기너무좋고이렇게여름에시원한느낌으로매기좋아서즐겨매요그리고나는좀복잡하게패션을생각을안해서단순하게딱포인트되는게정말이쁜거라고생각해요因为全部好看啊，全部都好看，全部都好看，嗯，没有让你告白，就是没有人看不懂，这应该你们不会看不懂吧？我觉得那个平滑材质的还可以接受，可是那个就是皱皱的，看起来很像是那个锡箔纸，你用完以后你把它这样子挤，超红，里面超红哎，真的，这都是红云朵吧？而且现在流行那个 Y3K。哦、oh, ，对，有未来感，未来感，什么意思？还有 Y2K 是指千禧年、两千年 ，Y3K 是指在今年，可能再过一年是三千年的时候会流行那种有点复古又未来感结合的叫 Y3K。那 Y4K 会是什么？可能就跟你这个风格，引领潮流。OK， 引领潮流。OK， 所以少年们都给过。可能那个比较痛的可能会想说，嗯，对呀、啊，我想看医生说，不要直接给个赞。韩谷一直在我耳边说他看不懂，他是在你耳边啊，你看你的是很远，真看不懂银色。哎，韩谷你示意了，你来驾驭一下这个银色，今天很适合。你要那个很重的那一个，我跟你讲。现在很多男生也很爱搭配女生的这个，真的，这样吗？他们可以搭出自己的味道。你来，你来，你这个，哎，好看，好看，走秀，走秀，来一下，来一下。没有这样，你把它背，然后像那个背一个那个小包一样，你把它往来一个一个走，一个一个走，来欢迎，帅帅帅，哇塞！不会，他们都有搭配出自己的风格啦。我觉得好像真的有蛮多男生会这种，就比较颜色比较亮，然后他是用女包，然后当斜背包，对不对？对啊，就是成为一个亮小亮点，对对，小亮点好像不错哎。那浩真，你还有什么特别的单品？我喜欢这个，要多上面，超高腰，它是会动的，没有那么上面好吗？因为这个一个입으면비율이좋아보여나는평소에이렇게짧은크롭에하이웨스트이렇게통큰바지를많이입는데나내체형에는그게잘어울린다고생각을해요胸以下都是腿哎短板也是近年来很流行的单品啊就是但是就是这么短你看现在连衬衫也都是做那种短短的男生会觉得就是好好一件衣服为什么只裁一半这种感觉这个我觉得倒是还可以对，为什么？因为我蛮喜欢看女生这种腰这一段若隐若现的。你知道以前那种美国的影集啊，女生不都会穿低腰裤，然后她那个 T 恤就稍微到这里，所以她举手的时候会露出腰一小段。那我就觉得，如果有健身女生这样会很健康。但是现在太细节了吧？不是低腰裤哦，是高腰裤哦。也可以啊，也可以。弯到，也可以，这个是我可以接受的。这我可以，对，我们不可能一直骂，对不对？因为我也会害怕别人攻击我。那所以如果喜欢你的女生在你面前就是一直要这样子，没有那么夸张，对不对？就是手要这样一直举。你是不是在抨击我？会，怎么会？